今天在路上开起来，发现那个方向盘会抖，就赶快开来检查，结果是前面的拉杆啊，直拉杆。九五一啊，会咬啊，可是前后还好，前后。但是没有，其实阿索比是还好，只是说会左右移转，然后换一换，整只换掉。然后我通常如果是拉杆的部分，我都会来轮胎行直接处，包含定位就一次做好就好了，不用说那个换直拉杆跑保养厂。定位又来轮胎行，这样一次完成。